在你身后，永远是你的守护神。别人不懂得欣赏你，并不代表你不好，因为他们真的不懂得爱惜你，不用去管他们。 如果你付出的和你要求的不一样，每天都有一个梦，肯定会迷茫、受伤，到最后大家都失望。 任何人伤害我所爱的人，我会不顾一切去保护你的。相信我，让我们永远在一起。 治疗的莫过于心痛。你怎么会突然间这么想？我想，我林在天本来应该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所以我不孤独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什么叫做因祸得福了。
我想这次受伤让我有了新的收获。收获大吗？大。幸福你说大不大？我从来没有过的幸福。阿罗，你知道发生在人身上最可怕的是什么事吗？是什么？孤独。它会使人彻底绝望，对生没有希望，对死没有感觉。在我最孤独，人生最谷底的时候，老天爷安排让我遇见了你，是你挽救了我，让我重新振作起来，给了我生的希望，给了我现在的幸福。快点啊！来，好，哎，谢谢啊！哎，哎，我们点的菜怎么安排啊？你快点啊！好，点心呢？我来。老板娘，走开！上次那个东西呢？有没有啊？来了一个多月了，还不给我回信。来来来，不好意思啊。快点啊，等了好久了。好好好。生意太好了，不管我们了。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我就把你送到这儿吧，快进去吧，因为我知道你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。好难。好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守护神的值班时间是24小时，年终无薪的。好难，谢谢你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你怎么了？一天都对我不理不睬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！你到底怎么了？对不起你。对不起我什么？真的对不起你和林大哥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，我也不想回家看见那个讨厌的人，可他是我哥哥，我没有办法。这也不能怪你啊，都是你哥哥的错，你不要难过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知道了，好了好了，就关这两天，啊，我和谭元一块儿，啊，好了，我知道知道，我们一块儿回去看您去，啊。爸爸高兴了吧？是啊，一个多月没回家了，想儿媳妇了。可不是吗？咱们都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。你说最近咱俩都这么忙，也真是没时间回去。不行啊，忙归忙，老人家都提出来了，咱们这几天就回家一趟吧。好吧。哎，在天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好像伤得不那么重。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他，
这次关于国际集团垄断茶市场的事，在天可是帮了大忙了。我老婆表现也不错呀。是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公。哎呀，终于到家了。哎呀，干嘛呢？自己闷这儿。哎，给我倒杯水去，喝多了。快去呀！哎。你疯了！我让你给我倒杯水，你泼我一脸水！我没疯，我是让你清醒一下。我清醒个屁呀！我清醒！林大哥受伤的事，你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我跟你说了一万遍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？你先别说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我妹妹？为什么所有坏事都往我身上栽？林大哥知道我是你妹妹，所以人家才没说。可是你。你让我以后怎么去做人呢？小姐，有人让我送花给你。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笑容了，希望这束花能让你笑容重现。你的守护神。很喜欢，谢谢你。你喜欢就好。你在哪里呀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别闹了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想见我，就回头看看。你忘了吗？守护神的值班时间是24小时，从来不休息的。花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谢谢。要不要一起吃饭啊？我不了，我马上要走，真的有事。哎，那你。你什么时候再来跟我说一声。当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守护神自然就会出现。我等你。今晚一起吃饭。到这边来坐坐吧。好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什么事？是一件好事，想跟你分享。哦，我呢，希望这一辈子都跟雨柔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我要做她的守护神。
你今天穿得很帅。谢谢。你今天也很漂亮。谢谢。这并不是什么十克拉的钻戒，更不是一件值钱的东西，里面放的是我对你的一颗真心。蓝色的天，白色的云，黑色的风雨，即使能停。灰色的梦，这个音乐黄色的脸是你最喜欢的音乐。红色的眼睛，贪婪的心。雨柔，我想带你逃离纷扰的陷阱。嫁给我好吗？不再追寻，回过就让我这个守护神见你走，永远永远的守护你，护着你，我会爱你，疼你，我们永远都不分开，可以吗？那么遥远的距离，我在回家的路上等你，等你，守着黑夜，等待另一个天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是。笑什么呀你？还笑？本来就是。请坐。沈总丁小姐，这是我们杨经理。你好，沈总经理，今天您能来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先生小姐，这是本店的相册。好，谢谢。我选一套吧。好啊。好什么呀，你真笨，二哥还有雨柔的欣赏水平用得着你帮他们选啊？人家雨柔是在跟你客套。小关，我可没有在客套，伊万很会打扮，我相信伊万的眼光。嗯，这样吧，丁小姐，我先带你去选几套婚纱，婚纱要穿在身上才能看出效果的，好吗？去吧。去吧。嗯，这边请。干杯，干杯！
孙经理，咱们可是有日子没聚了吧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肯定有事儿。我们三个人既是好朋友，又是老同事。你说我在这公司还能待下去吗？值吗？单从这件事上来讲，确实对你不公平。孙经理，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有想法，还得需要你们二位支持。哎，我们肯定支持你啊。好，从今以后，有我的发展，就有你们二位的共荣。来，干杯！哎，来来来，干干杯！来。二哥，想到你跟雨柔穿着礼服婚纱，走在红地毯上，即将迈入礼堂，所有人都为你们鼓掌，我从心里感到高兴。没想到我们三兄弟里面你最早结婚。嗨，你不也快了？我去看看雨柔。二哥，其实我真的在想，如果我们三兄弟能够一起办婚事，那真是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大喜事。没问题的。嗯。新娘子来了。你喜欢吗？我要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和我在一起。继续继续继续，别停啊，别停啊，别看我呀，快，不是一个，别停啊，来来来，快点。你不行了，今天咱们喝的是有点多了。孙希言比我们喝的还多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说咱们三个算是朋友、酒友，还是同事？我们三个是多年的同事，因为经常在一起喝酒，就成了朋友。老高，你没喝多呀你啊？脑袋一点都不糊涂，说话还那么有逻辑性啊？该糊涂的时候糊涂，不该糊涂的时候不能糊涂。那我问你，我们呢平常老习惯走一条路，虽然已经对他很习惯了，但是这条路已经年久失修了。突然呢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另外一条路，我们虽然对这条路不太熟悉，可它却是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。咱们现在就走在这十字路口上。哎，这要是你啊，你怎么选？说实话吗？不该走的路就不要再走了，要走
我们就走阳光大道。其实，你今天过来就好了，干嘛带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么客气，都是自家种的蔬菜，没有撒过农药的。蔬菜很新鲜，我很喜欢，谢谢。阿洛，你今天能够看我，我很开心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雨柔，你要跟浩南结婚了是吗？嗯，我来是想亲口对你说，祝福你们。谢谢你的祝福。难道没有别的事情了吗？很冒昧，我能问你一些心里话吗？当然了，你说。你真的想跟浩南结婚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是不是应该嫁给在天？我看到你和在天在一起的时候，彼此关心。我能感觉到你很喜欢他，我觉得你们是很合适的一对。我不否认，我曾经喜欢过载天。想想也好笑，我和载天曾经是很好的朋友，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，在国外的时候还曾经被人误认为是一对情侣。可是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对对方表白过，也没有谈过所谓的恋爱。你决定嫁给浩南，但是真正喜欢的人却是在天。玉柔，结婚是终身大事，一旦选错了人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一旦做出了选择，我就不会后悔。
在天。有事吗？没有。你心里有事，我看得出来。我想过来陪你，又怕打扰你。我想自己静静。我去雨柔家了。为什么？在天，你跟雨柔心里都有对方。你是男人，就应该告诉他。你怎么那么说呢？雨柔已经决定跟浩南结婚了。你心里清楚，雨柔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不是发自内心的。既然你们，为什么不可以改变这个决定呢？没这个必要。这是雨柔自己的选择，我尊重她的决定。我祝福他，还有浩南。为什么男人都这么固执呢？是软弱，因为有时候话太多，伤心更多。承诺过一辈子不说再见，让泪水堵住我所有视线。 Oh, never say goodbye，我要抱紧你，注入我所有的爱，要把时空停下来，不能和你分开。我愿离开虚荣的地带，挽着你的手，承诺你到白头。答应我 never say goodbye，把你埋在我的血脉，两人融在一块，走向我俩未来。就算幸福不回来，请把我的命唤醒你的眼睛，不要忘记了承诺离开我。答应我 never say goodbye，埋在我的血脉，二人融在一块，就像我俩未来。就算幸福不回来，请把我的命唤醒你的眼睛，不要忘记了承诺离开我。答应我 never say goodbye，难道你就这样离开，连承诺都出卖，留下了一